像你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孩子，怎么会想要从事这样的行业呢？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职责就是要以最庄严的那个仪容给主家看，然后这样让他们永远记得那美丽的回忆。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足球的起源地。这个呢是蹴鞠踢的鞠啦。这个拿起来是很轻哦，但是呢，踢起来感觉会怎样呢？来到了山东省，我们就要来有风筝之神的潍坊呢，来进行大发泄。放风筝的时候呢，裤子的 size 要选对，不然你的左手会没有勾边呀。对对。星期二晚上8点，优频道都是大发泄和康泰旅行社带你一起去体验。